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1063页倒数第四行，科题：求法皆获善利。请睇经文：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是法，若以求、现求、当求者，皆获善利。念老的注解讲得非常好，凡求是法，皆获善利。是法就是指这部无量寿经。以及无量寿经传给我们修行，人人都有份，男女老少没一个没份，只要你信，不怀疑，真正相信这部经上讲的，愿意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有信有愿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就是念佛人。十方世界诸佛刹土，一切众生难能可贵的是你得人身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只要求你一定会得利益善利，利益里面纯净纯善，冇丝毫染污，呢一点重要啊！我哋睇下面一科，安住无疑，免堕。
越讲讲到重要处啦。今日上昼有位道长，张道长嚟见我，同我讲佢而家亦念佛求生净土，年纪亦大啦，万缘放下念佛求生净土。佢话道教只能生天，出唔到轮回，老啦，遇到呢个法门，无量嘅欢喜。我哋听佢回头，我哋亦代佢欢喜。同我讲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从东北过来，东北修行的人不少，念佛往生的人多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假不到的。那些都是好像经常讲的，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得人身闻佛法，又遇到这个法门，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令你能信、肯发愿、肯念佛求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不去不得。跟住底下那段经文唔长，只有一行多啲，安住无疑，免堕。经文：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汝等包括我哋在内，我哋都喺诸佛心中，诸佛心中有我哋，真嘅唔系假嘅。我哋心中有阿弥陀佛就得啦，有阿弥陀佛就一切诸佛如来都包括啦，一句佛号通包啦。众生心中有佛，佛心中有众生，感应道教，所以应当安住，绝对无疑惑。咁先能真正喺呢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亦唔会再怀疑啦。众诸善本，诸善系无量无边，数唔尽嘅善行，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善行的根本，就是
身冤自明。要记住，我哋今日正好读到呢几句经文，应常收集，应该上唔间断，就是修正一切错误，集是信愿自明。昼夜唔间断，咁就係众诸善伴啦，使无疑滞，而係怀疑唔怀疑，滞係停止，停住咗，我哋冇怀疑，我哋精进唔偷懒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，种是种种，类是类别，指的是天上人间。天有28层，人间富贵冇办法同天比，就算最下面四皇天亦比唔上。人寿命短促，四皇天嘅一日系人间50年，寿命1000岁，他们的1000岁，其他的讲不尽，往上去，脱离天，夜魔天，一层比一层殊胜。所以佛在经上将那些天人28层天称之为珍宝牢狱，你的贪心永远断不到，贪嗔千万疑，在六道里头就想往上超胜，不想出轮回，大错特错了。有机会出轮回而疏忽了，那几可惜，几遗憾呢？哪种人就怕轮到我哋自己，菩萨道上呢一点好重要。佛在呢段经文里头提醒我哋，我哋体念到嘅注解。解是注解，下浮，下就是底下那段文，浮普劝断而生信，若欲说法利人，则自身首须断尽谦而谦毫，而话都断咗。
故应安住无疑。这个经文重要，如果仲有怀疑点好？读经经典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有理论，有事实真相，净土宗从汉朝传到中国，慧远大师汉朝人，接受了，他是我们净土宗初祖，他在江西庐山成立过念佛堂，东南念佛堂，现在的东南寺，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信愿持名。在一起同修的百多人，个个都往生，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，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是莲舍之前往生的人，同我哋做证明，呢种事唔系假嘅，假嘅唔会写喺历史上，千真万确嘅事实。你睇有经典做理论依据，有真正修行人，有咁多人往生，临终同阿弥陀佛一齐嚟接引。我哋见到啦，我哋读到啦，如果唔相信，咁就太可惜，太冤枉啦。所以念老喺呢度同我哋讲，你想将呢个法门介绍俾人，你自己要真做，你如果唔真做，人哋唔信，点真做？信愿持名，念念唔断，咁就系安住无疑，老实持念，勿生疑惑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。菩提是印度梵语音译，意思是觉，菩提翻做觉，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念佛求生净土的心。为什么？你真正觉悟了，你先肯一向专念，你先会求生净土，真觉悟了，不是假的。
一生稳稳当当，保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。正究竟果位，底下嗰三句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。呢句话讲得重啊！我哋应该奉为光宗，光系光明，宗系宗旨。最重要的宗在中国三个意思，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49年所讲的一切经一切法门，哪部经哪个法门第一？第一就是中光，它做中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，就是无量寿经、小本阿弥陀经，他里头教我哋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嘅经典，你全都得到啦。唔单止得到释迦牟尼佛嘅，同时仲得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他们在所现的角度讲经教学度众生，无比殊胜的。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全都得到了。阿弥陀佛神通广大，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接引念佛人往生，每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神通暴力，几乎同阿弥陀佛是平等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亦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，做什么？去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，供佛修福，听佛说法修慧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各位想一下，谁有能力在一生中将大藏经从头到尾读明白？冇可能，何况是为人演说。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咁就是好容易的事了。这个世间同十方刹土都差不多，都有寿命，长短不同。只有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，
呢种系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所加持嘅，保证我哋同佢一样。如果唔系无量寿，佢老人家就唔成佛。而家喺西方极乐世界成咗佛，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啦。所以我哋唔好怀疑，应该认真努力喺呢一生中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啱啦！你完全啱啦！底下劝我哋，当奉为光众，安住如是法众，心安落嚟，定落嚟，唔再动摇。我只有一部经，我只有一句佛号，保证你证得究竟圆满，保证你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来接引你。圣众是什么人？你认识的念佛人，他们比我早往生，现在都见到了。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，到极乐世界你认识的朋友、家亲眷属、男女老少，通通都见到了。他们没有念佛往生，他们在六道轮回，无论在哪一道，你认得他，你知道他。如果是念佛往生的，就又变成同参道友了。咁係几咁快乐嘅一件事呢？记住，我哋人人有份。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平等心，冇分别。唔似我哋世间人同人之间确实有等级，极乐世界冇。真正做到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安住如是法众，应常修习，好好修，好好咁学，使无疑滞，唔怀疑，唔中断。下面同我哋讲，盖而根未断，即是罪根，欲断而根，应知方便。而或不断，只因慧心不朗。慧心是智慧，智慧无言前。慧心不朗者，只以三垢障心，
咎，是烦恼，是习气，贪嗔痴，这三种习气没有放下，造成障碍，造成严重的障碍。下面讲，据安乐集，根据安乐集所讲的，念佛三昧能除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贪嗔痴。念老慈悲，安乐集上讲的那段话，他用在这里跟我们讲，三障有没有？有。怎好？他就教你方法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信愿持名，真诚的信心，恳切的欲望，就是求生净土，就是亲近弥陀，别无意念，贪嗔痴就放下了。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贪嗔痴放不下，不单止极乐世界去不到，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，贪嗔痴是同三恶道相应，来生去哪里？饿鬼、畜生、地狱，那麻烦就大了，不去得。不是开玩笑的，是没有假话，不会骗人。堕三途很容易，出三途麻烦，时间几长，我们同修都应该记住，三途一堕五千劫，阿鼻地狱最长八万大劫，能做咩？太可怕了。所以念佛三昧，安乐集上讲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，念佛这个法门简单容易，人人都有份，只要你肯做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我们要感恩，要向他学习。他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信愿持名，他就守住这句话，佛号日夜
唔间断。除咗瞓觉，信徒嚟嘅时候接待信徒，佛号唔中断，将信愿持名做出榜样嚟俾我哋睇。佢唔使讲话，你只要见佢个样，念咗92年，自在往生。过去嘅、现在嘅、未来嘅三毒烦恼，一切诸障，旧去明生，三毒烦恼冇咗，转过嚟啦，转成咩？转成智慧。命系智慧，智慧现前，亦唔会再怀疑，亦唔会再中断啦。我哋从呢啲经文念老引经据典，提醒我哋念佛有几重要。念佛系大事，而家呢个世界动乱唔停，佛理经常时时讲，娑婆苦海无边，我哋要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世间确实是无边际的苦海。我们现在遇到救生艇，这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救生艇，信愿持名就上船了，上船就保证你往生。只要你唔喺中途落船，你一直守住隻船唔落去，咁就係信愿持名。如是则不堕于诸天。你唔至于堕落，诸天仲係堕落。唔单止诸天，小乘二乘是声闻缘觉，唔至于堕落到二乘，亦唔会喺懈慢觉。懈慢觉前面我哋读过，就是边地二乘。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，这段讲的全都当做牢狱。珍宝于彼中之乐，牢狱于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。唔知唔得噶，我哋喺呢个世间，好似我呢种年纪，仲有几年啊？
九十年绝对冇可能。我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7岁往生的，非常不容易了，接近100岁。我们无论在修持、断惑、正真都比不上他。我们同老人往生的年纪越来越接近，咁意味住乜嘢？意味住我哋嘅光阴好有限啊！每寸光阴都要掌握住，信愿持名，快啲求生净土，避免堕落。天上虽好，不究竟，总是有寿命。就算他生到飞上飞飞上处天，28层最高，那些高层的处天寿命到了之后去哪里？佛同我们说，多数堕地狱。为什么？他在四空天修行、四禅天修行，以为是最善的，以为是不生不灭的，他成佛了，他证果了。但是寿命到了，他怀疑为什么佛打妄语，我已经入波涅盘，为什么还要受生死？谤佛，谤法的重罪令他怎样呢？令他堕到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一堕，百万大劫，苦讲不尽的。教你要清楚，不是说不颠倒，真放下，真修行。修行的真功夫是六根，在六尘境界里头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种是般若智慧，自性的般若智慧，要如如不动，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成佛了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菩萨。菩萨我们能做到，人人都能做到，六尘境界里头练功真功夫不是假的。顺境不贪，无贪的念头，逆境无嗔畏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不染污，平等无傲慢，觉不是话
咁叫学佛，呢种叫共富。冇呢种功夫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呢种功夫都得到啦。点得到嘅？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得到嘅。所以你先有智慧，先有神通，分身到诸佛刹土，亲近诸佛受福，听佛说法，修慧福慧上受，唔使用好长时间就圆满啦。佛讲呢部经，佛讲呢个法门，意思好明显，劝我哋喺呢一生中好好掌握住一生成就圆满佛法嘅法门。我哋能遇到，何等幸运啊！唔掌握住太可惜啦。我哋再睇底下嗰段，由安乐集曰：清明亦已。清明就系念佛，念呢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但能专志相助不断，定生佛前。呢四个字真实肯定，比咩都重要。你绝对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嗰边就去啦。只要你专志相续不断，专志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分受，相续不断，那就是中国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相续不断定生佛前，圆满成功啊。今劝后代学者，若欲会其义谛，但知念念不可得，即是智慧门。义谛是大乘佛法常讲的真谛、俗谛，真的明心见性，俗的是十法界依正庄严。佛法界亦包括在里面，都是自性所现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只要心想断了，自性就现前。用什么方法来断？用信愿持名这两句话，欲会义谛，但知念念不可得，这个是智慧门。而能系念相续不断，即是功德门。你真正去念念，念耐咗，
那个念亦放下了，所以说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功德现前了。是故经云，菩萨摩诃萨行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，若此学者，就是我们，我们这里开始学的，未能破相，但能依相专智，无不往生，不须疑也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还有烦恼，我们的心还不清净，还未能破相，破相是不着相，那就是着相念佛德，往生的品位，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，还着相的，生凡性同居土，亦有九品往生，是什么人去的？功夫、功德没有成就的人，他们所生之处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只要往生就得了。我们对这个绝对不怀疑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念老同我们讲，道卓大师此言，否开诸佛臂藏，直显净中心水，但能信受奉行，依上专治，老实念去，终未离相，决定往生净土。依上专治，凡夫能行，这八个字重要，意思就是说凡夫没一个做不到，人人都能做到。做到什么？专注，心专一，一部经，无量寿经转，一句佛号转，一部无量寿经信愿转，呢句佛号念佛转。所以依上专智，凡夫能行，呢两句话讲得好啊。不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做得到。离相乃菩萨境界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，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。这句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凡夫做不到，但是着相念佛求生净土，能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能生到那里。如果好像金刚经上那种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，
生利之心不可得，完全放下了。他们生极乐世界，生十部土，生常寂光土，不同的。生常寂光土就成佛了，生十部土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，我们有份。最后引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，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，净中妙用，实为方便中之方便。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法门，一定要稳稳当当行世尊方便之方便，行这个法门，我们就成就了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未到真正平等，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好似极乐世界就是平等大法。这样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功夫正得的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。不知道不得的，不加紧不得，不发奋不得，不放下不得，不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不得。我们这一生就没白来，就没白做了。记住，只有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假的随缘，不要执着，善行，对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，对众生没利益的绝对不做，就啱啦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